停。刚才李宗伟也是认为林丹这个球救不过来。哎呀，好球！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，而且非常被动啊！这个球回过来的，可以说反被动为主动。亚比尔居然用两个手指头的力量，他就上来了。我们看一下慢镜头，这是最后得分的一个。这应该是那个救球，用高速摄像机拍到，这么低，这么。